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，拼了！民进党下届台南市长提名有六人参选，竞争激烈。立委黄伟哲上午在新营成立竞选市长西北后援会，他和很少公开露面的妻子刘玉金一起与辅选团队争取乡亲支持，大批民众挤进会场，高喊动算，气氛热闹。黄伟哲强调说，他出身台南市西北地区，下届台南市长一定要给西北的人来做，也承诺说他做市长绝不会让西北边缘化，尽心发展西北，为大台南争取建设，为乡亲谋福利。黄伟哲说，竞争市长提名的六位党内同志都很优秀，但他最了解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想法，最接近他的施政理念，接棒做市长一定会做好大台南建设蓝图。包括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坤斌、前劳动部次长郭国文、议员林志展、林怡景、郭清华、王俊潭、蔡苏秋金、郭奏珠、陈新忠等人到场为黄伟哲站台。民进党下届台南市长提名初选可能在明年三月展开民调，黄伟哲将成立三个竞选市长后援会，上月先成立府城后援会，今在新营成立西北后援会，11月18日将在归仁区成立西南后援会。